重警告，本影片含有劲爆粗口、低俗对白、猥琐画面，18岁以下以及道德魔人通通烂屎格录，唔好睇。我同你讲，我哋啲女咧服务咧一捻流嘅，有中国啦、越南啦、泰国啦、本地日本乜都有。时候，其实啲女咧 service 靓唔靓咧，我唔在乎嘅，横掂都系瞓住俾我屌啫嘛。咁样我系视觉系嘅，我最紧要睇到条女靓，唔会滞，睇到我勃起，咁样我就得咗啦。有冇？唔系冇，有嘅，俾你照下镜先啊。十包出嚟，周正。点样？呢件点毛？你睇粉红色链头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！粉红色链头，你谂过翻唔到转头呢件得，但系啊，石头，我嘅要求就特别啲，十不相瞒啦，我系专门屌格甩底，屌嗰啲乸位嘅，你条女揾得冇？屌格甩底咁卵重口味啊！我问下佢先哦，这个老板啊，他要屌腋下的哦，你接受得到没有哦？行啊行啊行啊，没问题，反正帮你小心意。佢话得，我又得啊，得啊，得啊 ，OK， 我入房先啦。好，后夫啊，后夫，老板啊，可以，你的猫有没有踢了你的猫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过来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过来。哟，你阿妈臭閪，石头，过来，阿星啊，我讲我系视觉系，我要靓嘅嘢，你俾呢条女我，你睇假底黑成咁，点屌得落嚟咯？正常的嘛，窿窿罅罅少少黑一定有的，正常的。大佬，你啲女就好似你堂车咁咯，要做 maintenance 嘛，你冇做 maintenance， 黑黑咁样冇换黑油，喂，大佬食唔落噶嘛。好啦好啦，顾客永远是对的，多两日翻嚟，多两日翻嚟，我 police 到佢靓靓白白净净，你翻嚟。嗱，你自己讲啊，摆到干净净啊。呢条友啊，屌格甩底。究竟是道德问题啊，定系佢系艺术家咧？嘿，老板，怎么办？可以怎么办哦？等下你去下面 supermarket 是不是？买一些薯粉，擦上去就变白了的啦。行啊，可以的啦，不知道的啦，去，快点去买。Bagus， 就足你嘅要求。我 police 到滑滑白白，点样吊都得，限量上高都冇问题。我做咗一层 good thing 俾你添，仲系 good thing 啊？系啊！哎呀，等唔切啦，而家入去啦，而家入去啦！哎呀，哎呀！喂，我试，我试，我试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！哇！你谂我丢你阿星，石头啊，系啊！阿星啊，你查咩啦？喺你条女度啊喂！有咩问题哦？咩问题？你自己嚟咪睇下。嗯，做咩有广府酒应用嘅味嘅？做乜有广府酒应用啦？喺你茶树啊，架底要我屌啊！大佬重口味喎，大佬。茶树花先会白嘛？咁卵辛苦做乜卵？用呢个 Dr. Glamorganic 嘅 Brightening Cream 咪得咗咯。嗱，好多时候咧，啲女仔咧会注重自己嘅面。样身材就忽略咗身上面嘅黑色素啊，导致佢哋啲就甩底位啊，嗰啲罅位啊，大髀啲罅嗰啲屎忽罅啊，会黑黑一搞嚿，睇到好嘅呢嘅啫喎。但系而家只要用咗呢个 Dr. Glamorganic 呢个 Brightening Cream 个后咧，一搽落去咧就即刻容光焕发，系咪咁样形容？容光焕发，总之系好 clean 好干净啊！你睇到就即刻想舐落去嘅感觉。所以女仔，如果你要变成一个 perfect 嘅靓 perfect 嘅女人，就一定要用呢个啦 ，Dr. Glamorganic 嘅 Brightening Cream。啊，睇到冇？变白咗咁样，你试下睇舐下睇，睇有冇广东丑嘅味道。哇！真系冇咗，冇咗，有其他一个味道喎。咩味道啊？牛奶西米露，牛奶西米露，喂，我都试下你。